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汤姆，欢迎收看，我是收集狂，让你透过健美比赛认识更多又帅又壮的健身狂。您现在收看的比赛是2024年 Fit Model 模特健体形体锦标赛男子古典形体组，而接着我要介绍的量级是男子古典形体175公分以下，这个量级也是四位参赛，这四位分别是郑延淳、王志成、马明宏、李国生。那最后结果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比赛片段。那紧接着我们要请先是男子古典形体175公分以下，那该量级有四位运动员参赛。Now men's classic physique up to 175 centimeters， 257号选手郑延淳来自台北市，258号选手王志成来自高雄市，259号选手马明宏来自新北市，260号选手李博生来自台中市。四分之一向右转，转回到边，转边的前边。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双腿打直，谢谢。转回到这边，259号，脚尖贴在地上，双脚贴地，谢谢。这边双手弓位不进行开始。258号，另外一只脚脚尖往前再垫起脚尖，侧面松大气。背面双手拱而不进，侧面胸大直，跟着侧面弓三步。258号，另外一只脚往前站，垫起的脚尖，那才是正确的腹肌推进的动作。谢谢。选手自选接力动作，请开始。好，运动员请放松，请256号留在舞台上方，不要紧张。中自选，首先是257号郑延淳，来自台北市 ，Music Please。
接着是258号选手王志成，来自高雄市，进行一分钟自选动作。Music please。259号马明宏，来自新北市，进行一分钟自选动作。Music please。Thank you。最后是260号选手李博生，来自台中市，进行一分钟自选动作。Music please。恭喜得奖者，恭喜我们，请所有的得奖者靠拢，与我们的颁奖嘉宾合影，靠拢靠近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谢谢，请前三名选手留下，再次与我们的颁奖嘉宾合影，并做出选手经典自选动作。三，来，请给我最开心的微笑，都得奖了，自信展现的微笑，谢谢。三二一 ，Congratulations, gentlemen， 谢谢。
以上是我为你介绍的影片，想要认识更多更好看的健美比赛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与频道，我会在每个六日早上9:30首播哦。